志玲，过来吃饭了。那你先吃吧，我不想吃。你也不能不吃饭呀，多少吃一点啊。那我真的不饿，您先吃吧。 阿姨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阿姨，买这么多东西，我不会做呀。没事的，我教你做不就完了吗？你跟我去阳光家。我去那儿好像不太方便吧？也对，是他家，还得经过他的同意。 那这样吧，咱们视频吧，我通过视频教你不就完了吗？好。一会儿你把这个给要回交接一下就行。哦，哎，张主任哈，您好，我是电视台《好好说话》节目的导演丁宁，这是我们的主持人阳光老师。你好，您怎么亲自来了还？没有，录制现场的实际环境也是要过来看一看的。好好，来来来，快里边坐，里边坐，来来来，小吴给你倒两杯水。哎，快坐，快坐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对。 张主任，这个案子大概基本情况我们也了解了，然后也是我们台长亲自指派下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完成。但是如果这个纠纷的根源是停车位问题，你像咱们这种老旧的小区，可能也不太好解决哈。谁说不是呢？不知道你们小区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停车场？街对面，走出去1公里就有一个公共停车场。不过这个停车场嘛，第一啊是有点远。 第二呢，这个停车费啊，要远远超过停在自己小区里。那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停车场的问题，钱的事儿。哎呀，您啊，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我们这个小区啊，年头长，房子旧，在本地区房价也不算高的，这就造成了住在我们小区里的住户啊，主要有两个年龄阶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老住户，那么他们在房子建好之后就住进来了，到现在都退休了。 第二种呢，就是年轻住户刚毕业的或者刚结婚的，家里给付个首付，那么房子贡献的呢压力也不大。那这两种群体确实他怎么在那个观念差距上也是挺大的。可不是嘛，但凡是小区有改造的想法啊，想让这两边的人都满意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呀。嗯，而且老人家脾气还倔，再固执一些，这确实也没法弄。也不都是这样。 就是有几个特别难说话的，以前研究所的那个老所长啊，顾老，是不是住在这儿？哟，杨光老师，您还认识顾老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只是略有耳闻，听过他的一些事迹。哎，顾老真是不容易啊。哎，您说当年研究所的领导退休，那也是很抢手的呀，被各种高薪返聘。可是顾老为了照顾他的老伴儿，要不啊，怎么会住在我们这个小区呀？ 顾老的老伴儿身体非常不好，是吧？哟，您连这个都知道啊！哎呀，要说顾老的老伴儿顾大娘啊，这每天啊都得吃一大把药啊，很多药而且都不管用啊。哎。
最近他儿子又给他换了进口药，听说身体不服，药物反应很大。那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你们街道不帮一帮吗？怎么会不帮呢？可是顾老说不用啊，顾大娘自己也说，她说我每天自己大小便都管不住，不想让外人看到自己这个狼狈样儿。现在只有顾老原来一个同事，一位大妈，她可以进门。不过。 这位大妈跟顾老有点不清不楚的，有些个传闻，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情，也不敢乱说啊。哎，杨光老师，您要是需要找顾老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啊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情况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张主任，那我们就自己再出去转一转。哦，那我陪你们去吧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您忙吧，谢谢啊，我们自己转转就好。谢谢。 好，那我送送您吧。好，慢走哈，先生。好，慢走，丁导。哎，顾老，您出来晒太阳呢？啊？顾大妈今天身体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张主任是有客人啊。哦，这位是咱们电视台好好说话的主持人杨光老师啊。 您的电视上应该看过吧？哦，还挺关心您的，一直在问您呢。杨光好。哎，顾老您好，那个，伯母好。啊，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看到你。那个，我是也是过来就是做节目，我们好好说话节目要在这边录制。哦，您好好说话要来这里录节目？啊，是是是。啊，他还好吧？好，您放心啊，我一定照顾好他。 那好，那你们忙啊！好，顾老，我们推嫂子去那边晒晒太阳吧。好的，哎，您慢走。好，再见。哎哎哎，桃儿，刚才那个画面，用四个字形容：嘎破天际。 哎，刚才你叫伯母的那位是谁呀？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远房亲戚，看着不像啊，但是他的那个形象还有气质，看着有点眼熟。廖旺，料理师的妈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晚上我不跟你一起吃饭了，想吃点什么自己拿吧。封口费啊，桃儿，其实今天这个事儿呢，信息量有点大呀。多拿点。那我不客气了，今天台里还有一帮加班的兄弟呢。 你要知道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是挺你的。有没有这个封口费，我都是不会出卖你的，你清楚的。我先走了。OK， 你回家吃饭啊。哎，我就一个条件，今天的事儿别跟任何人说，包括你的志玲姐。 刘大总监，想不到今天主动约我。哎，
我今天去诊所碰到了一个叫何秀春的女人，她跟我说了很多。我相信咱们俩不是一个被外人所挑拨的那种蠢人，对吧？所以我今天来找你，好多事情咱们俩要当面的谈一谈。你等会儿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去诊所干什么？你哪儿不舒服？你别跟我绕弯子了，我为什么去诊所你很清楚。我不知道啊。连何秀春都知道去诊所堵我，你难道不知道？那我不能生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我知道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应该我先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是结婚前就知道，还是结了婚了之后才知道的？我猜你结婚前就知道了，所以才问我能不能做丁克家庭。我猜的没错吧？刘淑玲，这件事情你瞒了我十五年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种欺骗？欺骗？15年来你什么都知道，却就不说，这难道不是欺骗吗？所以你今天是来责怪我的，所以是我的错？难道都是我的错啊？我生不出孩子，我就罪该万死。你现在是无理取闹了吧？我说过这话了吗？我说过你生不出孩子罪该万死吗？我不能够理解的是，我作为你的丈夫，作为你最亲爱最应该信任的人，你居然瞒了我15年。如果是你自己不想生孩子那就算了，无所谓，真的。但是你还瞒着我去医院去诊所，你究竟把我当什么？李恒清，那你都知道为什么一直不问我呢？15年来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伟大啊？能够容忍一个不能给你生孩子的妻子，还那么的包容她啊？对，这15年是我的错，我承认是我的错。我不是已经给你自由放你出去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当初是你作天作地的要离婚，是你逼我离婚的，现在变成你给我自由。我逼你？我怎么逼你了？我逼着你去民政局了啊！我强迫你签那个字了，还是整个离婚过程我给你下药了？李恒基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俩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可以随便找任何的女人，孩子想给你生几个生几个。这是你说的？我说的。好，阿姨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烩牛腩，怎么样，做起来并不难吧？就是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啊。那你赶紧尝尝不就完了吗？是了，阿姨，真不是夸我自己，我要能给你尝尝就好了。我一看这菜的颜色啊，我就觉得不错。你看你第一次做菜就能做成这样，说明啊你在做菜方面是有天赋的，加油啊。耶、我收下了。哎，那你还准备着什么菜了？还有一个番茄炒蛋。
哦，那这个菜就更容易了，你赶紧的准备材料吧，我教你做啊，去把番茄拿出来。我准备好了。阿姨，他回来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哦哦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回来了。我想了很多种你迎接我的方式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种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非常惊喜，非常意外。我在给你做饭呢。啊，要不要我帮你做？不用，你上班工作累了一天了，我在家里面把饭给你做好，你吃就行了。洗手去吧。把我放下。啊，放下放下。洗手间，马上就好了啊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哦，我查菜谱。哦，这你做的？对呀。尝尝。尝尝。好吃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呀？嗯。哎，你这红烩牛腩那么高难度的都能做的那么好吃，你不会番茄炒蛋的？那我也是查菜谱上学的，就是这番茄鸡蛋，你看这那么多做法，我按照哪种来？我知道你比较适合高难度的，太简单的事情不适合你。来，我来。人才，哎。酒店你去过了吗？去过了呀，李总说他身体不适不来了。可徐总那边说这约好李总吃饭，他不来不给面子呀。而且是李总先约的徐总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李总是不是生病了？您赶紧再到酒店去看看，我联系老许先稳住他。这个时候咱们可不能再出事了啊！快。志玲，你开开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妈说说啊。志玲，妈，我不太舒服，不用管我。你平时家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冰箱里也没有什么食材，为什么做饭这么好吃啊？冰箱里不放太多的东西呢，是我平常一个人住，用不了那么麻烦。至于会做饭的问题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我不会做饭，我奶奶和我姑姑怎么可能把我放出来一个人住啊？有道理。你今天工作怎么样啊？电视台里面有什么新鲜趣事？哼，电视台每天枯燥得很，哎，千篇一律的。没什么趣事。你呢？今天一个人在家里过得怎么样？也没干什么，就去菜市场啊、超市啊，我去逛了一圈。哦，对了，楼下一对夫妻啊，养了一只狗，特别可爱。你很喜欢狗？那我们也养一只。这养狗就跟养小孩一样，你没想好啊，千万不能。不用重新买，你已经有。你是说认真的吗？啊！
我肥头大耳吗？不然呢？ OK， 我承认我肥头大耳，那我腿短吗？ 李总，我给您买了点好吃的，您尝一口呗。李总，我没事，得回去吧。不是，您好歹吃一口啊，挺贵的呢。还不能打这个电话。 今天这事儿估计就是跟志玲姐有关系吧？那我怎么办呀？喂，对，我能把这给忘了。电话。啊。哎，燕光哥，那个李总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他今天没去上班，把自己关在酒店里，一天也不吃饭。他自己约了徐总吃饭局，现在他也不去了。他人没事吧？人应该没事儿。行吧，那我一会儿过来看看他吧。哎，好嘞，燕光哥。 李总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去找李总，我跟着不合适啊？二七让他看见咱俩在一块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谁说去找李总了？我们现在是去找志玲姐。李恒基啊，在我心目中基本上是无敌的，但是他只有一个软肋，那就是牛志玲。他今天心情那么不好，肯定跟志玲姐有关，所以我们要先从问题的源头下手。 你就算是找志玲姐，你带着我也不合适。你说我去掺和他俩的事儿好吗？在志玲姐的心目中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外人了，而且今天这场调解非你不可，因为有些话我也没办法跟他说。你跟他情同手足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情同手足不假，但是男女有别。他今天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去了，我跟他说什么呀，他也不跟我说。阳光，你帮我赶紧好好的劝劝他，我这心呢都碎了。哎呀，你也别着急，姐姐不会有事的，我这就去看看他。哎，别担心，阿姨。哎，去。 姐姐，嗯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呀？阳光带我过来，说看看你，喝点水。你没事吧，姐姐？没事。李恒基，都告诉阳光了？没有。 是李总的助理，挺着急的，就给阳光打电话了。我觉得李总那边可能状态也好不了哪去。阳光呢？他带我过来有点唐突了，但是也是有一些问题，他不好问你，所以让我问。没事。你跟李总吵架，是不是因为孩子呀？阳光。阳光。
过来吧。哎，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看看你现在，这得让大家多担心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见李恒基了。我见他干什么呀？我肯定先来你这儿啊。你这儿的问题解决了，他那不叫事儿。什么时候猜到的呀？虽然啊，李恒基一直都在跟我说你不喜欢小孩，但是我天天在你身边呢。每当我看到你看到那些小孩的眼神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其实要我说呢，并不难。以你和李恒基现在的身份地位还有人脉关系，真的要一个孩子，你别跟我说你跑了什么欧洲美国去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国内这方面的技术很好，我也认识一些专家，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一下呀？如果我跟你说我在结婚之前就知道自己不能生育，欺骗了李恒基跟他结婚的呢？啊？看，我看到你的眼神，就知道我这样的行为罪该万死，对吧？也好解决。那么你们现在这个主要问题啊，矛盾就出在孩子身上，那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呗，尽快要个孩子，不管用任何手段啊，人工的也好啊，什么的都好啊，先把孩子要到，那么你们之间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。看来我生不出孩子来，就该死，对吧？不是什么呀？你在说什么呢，阳光？不是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生不出孩子很正常啊，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。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是他从一开始就骗了李恒基，问题出在这儿。志玲姐妹说这个话一定有她难言之隐。我这不是在帮姐分析吗？姐，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啊，我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。站在李恒基的角度想一下啊，他是那么成功的一个商人，那么精明的一个男人，他如果想骗一个人的话，那太简单了，可以让那个人一辈子都蒙在鼓里边不会知道。但是他对你呢，倾囊相处啊，自己没有任何的保留，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掏给你了。但是当他有一天突然发现，从这个故事的一开始，这个女主人就在骗他，就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他。对于这样一个成功的男人来说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有非常严重的挫败感。阳光，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什么叫挫败感？啊，志玲姐姐为什么不跟李总说？那是因为怕失去他，他在乎他，这有错吗？没有错。既然两个人在乎，两个人相爱，那更应该互相坦白了。为什么非要怀揣着秘密呢？有任何的问题可以一起面对，一起去解决。你看你从一开始啊，先是怀揣着这个秘密，到后来，哦，姐啊，我现在知道你离婚的真正原因了，是因为这个秘密开始发酵了。在结婚以后，你内心开始出现了愧疚感，你觉得对不起他，你才提出跟他的离婚，是这样吗？阳光，你这是什么思想啊？志玲姐姐这么多年瞒着她没说，内心得有多难受？我相信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志玲姐姐肯定得想尽各种办法去要了这个孩子。你知道她背后受了多少罪吗？我能理解，我也明白，但是真的从一开始不应该去隐瞒。正是因为之前种下了不好的因，所以现在一步步其实都是一个恶性循环。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那志玲姐姐能怎么办呢？那志玲姐姐肯定就会想了，我如果告诉李恒基了，如果告诉李总了，可能会去失去他，也可能让他会担心，可能会让他失望，他内心里面肯定特别的痛苦。那这个时候谁会理解他呢？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只有向他坦白，他才不会伤心，不会失望。无论结果是好还是坏，男人需要的是女人对他坦白。OK。那女人需要的还是理解呢。你刚才没听懂我说什么吗？我就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小廖律师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吵了好不好？你们是来
调解我跟李恒基的矛盾呢，还是来让我来调解你们俩之间的矛盾？没有，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。哎，干嘛呢？过来。你真神气，假神气，你怎么？行了，阳光，要不你先走吧。那个小千过来等着你们了。我这边你也了解的差不多了，你也去听听李恒基怎么说。行，反正我也要过去一趟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吧。芷莉姐，我刚才是哪一句话说错了吗？还是你赶紧走吧，芷莉姐都发话了，你再让她更难受，我陪着她。好呀，行。去阳光，他这人就不会说话，他要说的什么话伤害到你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他说的是不对的。哎呀，阳光，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现在有廖旺在陪着他们，我去找一趟李恒基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就应该赶紧的去找恒基。这事儿，志玲是有错，但是恒基那么爱他，如果把这个事情跟他解释清楚了，我想他一定会体谅芷莹的难处的。阳光，阿姨求求你，你跟恒基好好说说，我求求你。阿姨，你冷静一下啊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去找他。阳光他就是表达方式有问题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阳光他没错。是我做的不好，小亮。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跟阳光在一起的话，一定要想清楚了，不要像我那样，一定要在之前打好基础。李总，你开开门吧，我上个厕所行不行啊？憋半天了。李总，哎，阳光哥，你可算来了，阳光哥。我来吧，你先回去。啊，你行吗？我要不行的话，你留在这也没用。哎，是，回去吧。嗯，好嘞，辛苦阳光哥。开门啊，哥，是我。我刚从志玲姐那边过来，你要是不开门的话，我就在这儿跟你说几句。我现在觉得她的状态非常不好。牛志玲让我跟你说，她想说。吃点东西啊！你不吃，我吃了啊！你有没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不爷们儿啊？爷们儿？嗯。谁？你。我？嗯。他跟你说的？他是不是什么都告诉你了？嗯。哎，他怎么不装了呢？哦，他装不下去了，他被揭穿了，骗不下去了吧？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说。
不应该这么说，那我应该怎么说？哥们儿，我跟牛志林的事情你应该最清楚。婚前婚后我对她是什么样的？我把她当女神一样供着，当女王一样伺候着，我对她掏心掏肺。那她呢？她把我当傻子一样。就这件事情上面，她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如果一个女人不会生孩子，算是一种缺陷？有谁在说缺陷的事情？这不是缺陷不缺陷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呢？是欺骗。是他瞒了我15年，是欺骗，他欺骗了我。OK， 欺骗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说说欺骗的问题啊。做丁克家族是当初牛志玲决定嫁给你的条件，你如果不答应的话，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段婚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但是在婚后，他发现你通过你的举止，通过你的眼神，他发觉你开始喜欢小孩，于是他瞒着你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。你可以到现在任何一家诊所去打听一下，像牛志玲这种情况，他做这一系列的治疗和检查得受多大的罪啊！我会让他一个人去吗？关键是他没有告诉我，对吗？他应该先告诉我。他之所以瞒着你没有告诉你，选择自己默默的承受，是因为他还爱你。哎，我是刚从他那里过来啊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，他的状态非常糟糕。我能感觉出他很怕，他最怕的就是你不原谅他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可怜的人都应该被同情？嗯，是不是只要示弱了就应该被原谅？他曾是业障，我难道不是他代言人吗？说好的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呢？他藏着掖着，还莫名其妙的逼我离婚，有谁会在乎我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呢？但是我想问一下啊，如果当初牛志玲跟你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你不答应他，你就坚决不答应他，这婚离得了吗？你老是口口声声说你有多爱这个女人，多想陪她一生一世，但是当她那天跟你提出离婚的时候，在那一刻，你有没有动摇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所以，问题是出在你这儿。我相信，在那一刻，他跟你提出离婚要求的时候，你对这段婚姻，包括对牛志玲这个人，你开始产生怀疑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只要坚决不离婚，这个婚谁都离不了。我给你出道选择题啊，二选一。20年后，你是希望牛志玲这个女人陪在你身边，还是希望一个不知道谁跟你生的孩子陪在你身边？两者不可兼得啊，二选一。你会怎么选？